又再尝好吃的。不行，感觉不安全，转移一下。这下放心多了。吃饭了。哎呀，这叫什么来？高粱是吧？我吃的。粗粮吃的蛮好。馒头都不放过。啊？谁让你在里边藏好吃的了？幸亏我早有安排。还想骗我？哥，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哎呦我的妈！干嘛大哥？干嘛喂你不吃？你怎么还放里边了呢？哇！这大鸡腿实在是太诱人了，我得先尝起来，留着一会儿慢慢的吃。嗯，这也盖不住了啊，干脆吃了省心。留一个迷惑一下我那个傻子们。该这么严实，小样的，是你先不讲究的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爹你也别想吃了，都是我的。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哎呀，吃饭吃饭。没了。哎，就这一个这样，留给你吃吧。那么好。嗯，谢谢你啊。真是个虚伪的家伙，要不是我早就看到，还真被你给骗了。妈真香，哎呀！趁你不注意，抓紧吃掉。这辣椒酱真是太好吃了，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，太下饭了，好吃。我留着，我留着，多着呢，还有呢。
中午吃完的。嗯，我吃饱了，老公。中午吃什么？收不收拾无所谓，主要是能吃鸡腿了。有人，大哥，懵了吧？脑瓜子是不是嗡嗡的？邹指导，你回头看，赶紧转一下阵地。快来吃饭了。哎呀，选一个选啥选？小孩子才能选择题，我都要。打算选你吃的。你让我选的。真香，哎呀。相信的，又上当了。有人。